생각이네. 먼저 간 주방 그거 해 주시오. 终于啊！有人说他战力的条件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好像在送一只角色哦，叫做哈拉德林。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位置吗？就把它换掉就好了。你教你怎么改位置哦？Sorry，我这边可以按到直直。橙色的当然是先放第一只啊，然后再一序换下去。那蓝色的看你要不要练，这样讲到哪里啊？斯巴达，这人蛮帅的。哇，他有些名字好难哦，是英文直接翻过去的吗？好了，伏地根啊。哎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广播不断的游戏嘛。整天都在广啊。哎、欸，真怪癖啊、欸！哎，这边就打不赢啊，那边就打得赢。也蛮像口袋的那种感觉啊，我觉得。有点玩太久了。哎，我家跑去哪里？